随着阿根廷出局，梅西或将退役。他的回答让全网落泪。足坛上要数梅西和 C 罗在人们心中的位置不可代替，他们是无数球迷们的骄傲。阿根廷有梅西才精彩，作为阿根廷的领头羊，梅西也很希望为团队挣的奖杯，这也会是他的最大的心愿。作为队员和球迷，对梅西的希望很大，但是巨星也有累的时候。对于今年的世界杯，梅西表现的还是很伤心的。从俄罗斯回家一路到自己的国家，一直表现得很跌落，没有接受任何人的采访。对于这样的年纪，四年一次的世界杯已经不容许自己有任何的失误，时间上更不允许失误。毕竟时间流逝稍纵即逝。近日梅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，有媒体提到对于这次世界杯看法，但是梅西依然没有透露任何的信息。但是在节目中有说到，这次世界杯的失利引起了不小的争议，自己也很自责，这让梅西很是伤心。而且梅西还表态，如果之后阿根廷没有得冠军的话，就没有下一次了。可能梅西已经下定决心，给自己和队友绝对的信心，现场一片感动，云聚众于游戏。